太太呀。这是毒吧？对，这货这纹路看得都清楚的。而且你看这量，我这吃好几口还这么多。嗯，不少。哎，他们家辣子也不是特别辣，看着挺红的。对。又加了点汤，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没看过那个《阳光》和《条子》有一集电视剧，嗯，就是这个条子在这个羊汤店，他喝这个羊汤的汤，喝好几碗，对，他喝不是好几碗，老板就给他来了一句：“好母，你把我这锅羊汤给我喝成爆三样，证明嘛，证明把汤给喝干。”嗯哼，太能耐了，条子。他们家的羊汤味道不错，而且给的量也不少，包括他这个汤也好喝。推荐他们家啊，喜欢大辉视频的给大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关注大辉，美食不迷路。